互动了。这个税都有的，来来来，你看你这年了，你这年了，左边这税有啊，算工资的。有圣亚当，哦，又看到了，就在那边。好、嗯，往这边哦，往这边。他换的方向。哎呦，他回去两只鸟在一起。现在嗯，真远。她老公回来说看怎么看，这她跳舞有好多人，我都在围着她看。快起来哦！谁说黑烟的？谁说黑烟的？紫砂好翘、哦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翘、哦。刚刚有一只比较白的。哦。哎、哦欸，我看到一只鸟了，有群。对。对。跳有没有？往上跳，它标准的大冠。啊，刚才那个凤头大家有看清楚了吗？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，这投影图吧，来看一下。我说了它很圆的意思，你说哈，你去看它张开翅膀之后啊，你如果在翅膀的尾张这样画一条弧线过来，几乎是整个连在一起的，有没有？它是一个圆弧。那如果是其他的松雀哈，像，所以我看到它这一只就是凤头。是哪？我又唱在哪？看到吗？来，我再讲一遍哈。我刚刚说，我刚刚不是看到？等一下，我们先看这前很前面有一只白。这个是上，这只比较圆。这只比较圆一点。在零线，刚好在树梢上面这只。有，这边是下面零。哦，下面这只，这只有一只。哪里？零线。天空啊。
好，拍一下哦。来，这边这边还有一只，刚刚对，两只不一样。这个跑到哪里去了？哦，你注意看。这一只比较像是哈，我猜这只比较像翡翠。翡翠。对。OK。我麻烦你拍照一下。哇。你注意看哦，这只鸟哈，它的翅膀就是比较坚强一点。我不晓得我看过没有。哦哦。这一只都是你的吗？啊，对，它是候鸟。太好了哈。嗯，好的，不错，过来看一下。不是鹿，它是黑色的，角色发展是好清楚啊。嗯，清楚，不是，搞错了，它这个叫法清楚。哎，不是，乖哦，乖的哦。哎，这个好大，我认识，是大白吗？是三个。它的角度是长的吗？窃取了。对，然后小黑的嘛，就是。哦，现在我发现了。那它的嘴巴是为什么是黑的？它嘴巴黑，好像玩具。对，有人有看书了。有老师，有认真。恭喜你们了。哎，是黄的。反嘴翼。哦，反嘴翼，对，它走下去。右边的第一，再往这边走。反嘴翼。对，反嘴翼，那个小船。那个小船有没有独立的小船？哦，它的尾巴我停了三只一人科。来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嗯，环嘴翼，它的脚是黄的，然后嘴巴很长哦，往上翘。嗯，有没有环嘴翼？环嘴，对，环嘴哦。哎，没有，前面是鲫鱼哦，前面两只鲫鱼哦。三只。后面我知道有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哈。对，它的嘴巴差很多哎。对。来，环嘴的嘴巴长很多了，对，而且它要往上翘。鲫鱼嘴巴没那么长，要背中间一点。对，你瞧一下，你瞧一下，你瞧一下，哎，瞧，瞧，对，可以了哈，瞧，好了哈，好，把它固定。这个我看起来比较深，问题这个在环嘴很比较淡一点，到了，就是那半艘船有没有？半艘船的，这边那个是蛮清楚的，没错，嗯。哦，有啊，有，他故意站出来让你们看，对呀，就比较就很清楚了，对，我要等一下蹲。